两个人在生气的时候没有人好。大哥，你刚才讲的话你要不要重？你是不是说你要好巧我要听我讲？先听我讲，先听我讲。大哥，你刚刚有讲三藏两个字，好，他们两个真的，如果真的有讲，哦，三藏真的不好听啊。我知道，我们家只有讲时间障碍。如果真的有讲，那我道歉。那你那么多人，我道歉。所以我才会跳出来讲。道歉就好好道歉。他如果刚刚讲不好听的，他跟你道歉，你愿意接受吗？你真的有？那你不是说要提告吗？以后不要这么气。你不是说一开始就说你要提告？你说你要提告我？我们现在要不要走一步前？